来关心财经讯息，台股大盘21号是开高走高，午盘11点，台股大涨了390点，来到了20180点，是再创台股的盘中新高。而全职王台积电午盘上涨超过3%，来到了4元。最大影响是来自美国联准会在20号宣布再度维持利率不变，而且估计今年还有3次的降息机会，这也激励了美股主要指数持续飙高。